感恩台长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对着嘴巴一点。感恩台长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讲吧。我有几个愿望，是我外甥女的身体和我自己的身体。你问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我外甥女的身体和外甥女的身体，就是边后面这个，就你外甥女啊？不是。问外甥女的身体，外甥女属什么？属猪的。几几年的？1995年。95年属猪的。哎呦！哎呀，我看他整天坐在那里不动哎。对。脑子出毛病了。对。看到灵性了。对。啊。就在他房间里，我告诉你啊，怕见人。对。啊。哎呦，有两个灵性哦。有两个。哦。你能不能叫他？你能不能帮他念小房子啦？我。不会念经。他是读英文的，美国出世的，他不懂得中文。你是他谁啦？我是他外婆。外婆，你帮他念啦。好啊。你帮他念，而且叫他要念英文也可以的呀。哦，可以念英文。当然了，有没有英文的经文的呀？哦，那我叫他念。你帮他念，你要帮他背的啊。我叫他。妈妈。自己也需要念。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好。啊，他妈妈掉过孩子。对。鼓掌。我告诉你。好。他本来生出来的时候没有这种忧郁症的，是后来慢慢有的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他经常挠自己的头，啊。嗯。对。经常挠自己头，手还会这么动。对。一会儿肩膀动动，哎呀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你赶快帮他念小房子，念掉之后就会好了。要念多少？860张。好了。好吗？给他放放声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叫他妈妈帮他念好不好？因为我……你不要老妈妈，你保保你自己吧。我看你身体很不好，因为你今天帮他问，实际上我告诉你，你身体也很不好。对。你不要再帮他念了，你否则帮他背的话，你会早走人的。老妈妈，你有两个问题要记住，你以后走的时候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肠胃。明白了吗？好。还有一个是心脏。好。明白了吗？好。你要注意啊。好。而且你自己啊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妇科也不好。好。对不对啊？对。还有一个。啊，好吗？好。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自己念，回去告诉他妈妈，叫他妈妈帮他念。要孩子好，就得爸爸妈妈要花精力花时间。好的。好吧，能不能给他许个愿吃素呢？小孩子吃素，我自己吃吧。你吃吧，你许愿吃素吧，你就应该吃素了。还有你的眼睛要当心啊！啊，我就是想问这个了。啊，谢谢。你的两个眼睛视网膜后面都有破裂。非常谢谢台长，非常谢谢观世音菩萨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好好修的话，你的眼睛会。瞎掉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吗？你现在把眼睛闭着。啊，我帮你治一下啊。好。老妈妈。好。眼睛睁开，亮一点吧。哎呀，亮的好多！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台长，非常谢谢观世音菩萨。眼睛热不热啊？我好像我的头后面有。头都热了，整个都热热了。啊、对对对，看见了吗？对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台长，非常谢谢观世音菩萨。你记住了，谢谢。你念大悲咒的时候、啊，你就感觉观世音菩萨的琉璃光照到你的整个身上，明白了吗？好，透到你的身上。我非常喜欢。好好念大悲咒，会看到那个字。现在我字字看不到。啊，不讲谢谢。现在看见了，你看了吧？当场叫他，我都不知道他刚才还看不见呢。
刚才字看不见，现在看得见了吧？现在有一点字痕，但是字看得不清楚。我刚才走路的时候就是看不见，我边上都看不见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，我刚刚给你加持的时候帮你担了一点，你年轻的时候活的东西吃的太多了。哦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你吃螃蟹。对，还有我吃那个。特别喜欢吃螃蟹，还有很多螺丝。啊，对。看见了吗？对，因为我的家就在河的旁边。你家就在河边海边。对对。啊，吃好了，再吃呀。我现在不敢，谢谢。现在不敢了。那妈妈听得懂了吗？谢谢。好了，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就你这种病，哎，小菜一碟了。嗯，好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他我家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什么？我的家房子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你家里主人属什么的？属羊的。那几几年？属我家的主人，我爷爷是我爷爷主人，还是我老？家里还好。还好啊。家里没什么大问题。嗯。好。家里蛮好，家里就是有一个老人。哈。一个老人白头发。哈。全部白的。哈，我不知道是灵性还是你爷爷啊。嗯，你爷爷是不是头发全白的？鼻子高高的。哎呦，不对哦。不对。哎呦，那是灵性哦。哎呦，嗯，哎呦，那是灵性啊。啊。嗯，看到了，怎么是个外国人呢？外国人。嗯。我老家是在福建福州哦。你现在是不是在美国了？我现在是。你在美国，你这个房子过去一个房东大概是外国人哦，就是房东哦。哦，现在的房东。啊、像个希腊人啊。哦，有可能的。啊，有可能不啦？对。对。我告诉你，帮这个希腊人帮他超度掉啊。怎么超度的？不多。怎么？很低，21张就够了。啊。好吧。啊。你想不想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啦？不要不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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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。我怎么帮他超度？谢谢台长帮忙。你到门口啊，去问他们咨询处，好吧？念小房子就可以了，老妈妈，好了。啊，那念多少遍？21张，好吗？好，嗯，好。谢谢台长，谢谢观世音菩萨，感恩。谢谢。